昨天晚上，兄弟们，我们下边的庇护所已经沦陷了，所有的防御措施都已经被僵尸攻破，所以我们需要一把强大的武器。虽然我们现在有把加特林，但是我们没有子弹呀。等今天过后，我们要做很多的子弹和僵尸拼了。现在天已经亮了，但是下边是灰蒙蒙的一片，我们下去吧。应该白天的话，他们应该数量并不是很多，我们下去看一下。我的庇护所应该是安全的。还好，兄弟们，虽然说还有一些僵尸，但数量并不是很多，我们把它解决掉。哇，好多僵尸，而且大方块搭得很高。哎，其实也没有关系，不用管他们，他们还是过不来的。我们先来做子弹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他所需要的子弹，7.62×51，那应该就是这个吧，54、51，那就是这个。我们来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装到弹夹里边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哎。装上了，有8颗子弹，那就对了，就是这个子弹。我们来多做一些，所有的材料全部用来做机枪的子弹。先把背包里边的这些做了，哇，做了一背包，然后我们上子弹。啊，这上子弹只能64发的上，不能一次性全部都上完。不过我怎么少了一个弹夹呀，兄弟们？我不是做了2个弹夹吗？哎，怎么回事？是卡了还是有什么问题啊？好，先不管了，我们再来做些子弹。我记得新手礼包，哎，对，还送了我们28发子弹，我们拿一下。我们所有的材料都已经用完了，现在的话有1800多发子弹，但是那个弹夹不知道是卡还是怎么回事，就背包里边没有了。哎呀，感觉有点亏啊，但是没有办法，现在就不管它了吧。我们把这边的仙人掌再给它种一下，今天晚上的话我们就不在家了，在家的周围我们的庇护所给它修一下，毕竟是我们千辛万苦给修建的庇护所呀。哎，太可怜了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哎，对了，我们这个新手礼包应该还能领取一些东西吧。哎，这弹夹又回来了，应该是卡了，868发。那我们现在一共有1800多发的子弹，我看一下我们用这些子弹能不能度过一晚，能不能和僵尸拼命。感觉这些东西还是领不了，只能领一个。好，那就算了吧，我们现在就静静的等待天黑就好了。我们在庇护所周围搭高一下，我们就在这里打僵尸。今天晚上还是血月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柱子延伸在我们庇护所里边，如果最后我们还是打不过的话，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庇护所里边，这样的话有一条退路。好，搭在这里应该就可以了，我们等待一下僵尸。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钻石套的僵尸呀，有的话我希望他掉几件装备，毕竟我们现在没有钻石装备呀。我们这个加特林还是特别好的啊，舍不得浪费子弹，虽然有很多，但是我们家里边的材料已经没有了。 OK， 已经来了，兄弟们，但是今天的话好像没有穿这个钻石套的僵尸，我们就在这里守，打一场攻坚战。哎，他们搭上来了，但是我们有机关枪，这个火力压制啊，还有同学让我做一些这个范围更大的火箭筒什么的，但是其实南瓜也知道范围大的武器更好用一些，但是用这些爆炸类的武器它是不会掉落金币的。我们现在还差很多的技研，所以还是要用这个机关枪。机关枪的话是可以掉落金币的，大家也可以看到下边有很多的金币。哇，这些僵尸越来越多，而且这个柱子也搭得越来越高。我们现在可以全自动扫射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点射吧，这样的话节省子弹，不到万不得已我们还是要节省子弹。他们应该是上不来的吧，我就不信我守不住这一场艰苦的攻坚战。啊，这边挺多，扫一下，这边太多了，必须要守。哎，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，兄弟们，不好意思吵到大家了，但是特别吓。哎呀，别过来，我感觉守不住呀。哎，我掉下来了，完了，快跑。哎呀，完了，兄弟们，扫。哇，这机关枪确实爽呀，但是我们的子弹并不是很多呀。别打我，别打我，走了走了，兄弟们，别过来，过来我就和你拼命了。这机关枪虽然说特别牛，但是它行驶速度特别慢，我们拿着机关枪跑得特别慢。我们找个地方继续搭高，搭高才是我们唯一的退路，赶紧搭高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千万别过来呀，留我一条狗命。哎呀，大哥们，别过来呀，让我活一下吧，我现在的血。哎，兄弟们，为什么不知不觉我们的血量又升回去了？不是死一次就会少一颗心吗？不管了，我们一直往高搭，搭得高一点他们可能就感应不到我的存在了。吃一口东西回回血，这高度，哎呦不行，兄弟们，这高度他们还是可以感应到我。他们过来了，他们居然会过来，不行，我再搭高一点。哇，这也太恶心了，我们哎，榴弹枪还没有子弹，那只能用我们的加特林了。再扫一下，他们搭方块的速度还真不慢。哎呦，我差点凉了，兄弟们，为什么我老是手滑呀？
不对，狡猾。哎，我只有一滴血，别呀！啊，继续继续倒高，继续倒高。真的，兄弟们，吓尿了，吓尿了。